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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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巴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怡华。哎，怡姐，我最近啊常常犯超，睡得不好哎。哦，犯超就是失眠哦。我在猜啊，你一定是关掉天否之后啊，还在滑手机。天否就是电灯了。哎，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睡前滑手机啊？因为你刚刚讲说你犯超啊，那么其实啊有研究显示了，在睡前的时候呢，用3C 很容易失眠哦，因为3C 产品会发出蓝光，所以呢，睡梦前一定要远离蓝光。你说的睡梦就是睡觉了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有印象喽。好像研究显示呢，蓝光哦真的会影响呢大脑主管睡眠的神经元哦，所以难怪容易失眠哦。嗯，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，睡前用手机容易失眠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，睡梦前用手机的卡袂犯错。睡梦前用手机的卡袂犯错。今天Go Go Go哈巴就要告诉你，怎么样才可以不要失眠哦。我们来拍照吧。哇，等一下，怎么啦？我好想睡觉哦，我昨天犯超。你昨天一定是睡觉一直玩手机才会犯超，对不对？嗯，真的哦。好了好了，我今天早点睡好了。赶快关天否了哦。好啊，你就先关天否啊。不过我还在收一下 email， 你先睡。那我还是先不要关天否后嘞。关天否后，告诉吉叶，说吉叶有蓝光，会影响你的梦族，还有会犯超。你这样一说呢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改掉睡梦前看手机的坏习惯哦。好，那我们改掉睡梦吧，明天还要去苗栗玩呢。哎，你有没有改掉啊睡前用3C的坏习惯啊？有，真的哎，我睡前啊少滑点手机，果然比较好睡。是不是就像我说的？所以今天赶快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些实用的客家话吧。首先呢，就是睡觉前用3C容易失眠，这睡觉呢就是睡梦，睡梦就是睡觉了。而刚刚提到了失眠，就是犯操。嗯，犯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。而且啊，关掉了天否之后还滑手机，很伤眼睛哎。嗯，你刚刚说的天否就是电灯了，关掉天否真的是少玩点手机比较好哦。真的，所以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这句话就是睡前用手机容易失眠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睡梦前用手机的卡袂犯错，睡梦前用手机的卡袂犯错。今天Go Go Go哈巴就告诉你，一定要在睡前远离3C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